哎，各位，来吧，我们今天来打我们的排位赛，好吧？我目前已经星耀三三颗星了。OK， 排位赛这种东西，我真的觉得是个修炼心灵的好地方。我信你个鬼！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走吧，这一把对面是欧米切，我想说是谁？什么漫游的？来吧。这一把对面是两个坦克，两个法师配一个射手，是不是？好。哎，这个骗人啊，这个蓝 buff， 给我暴击！哎呦，1200可以哦。没有被偷掉吧 ？OK， 我的红 buff 还在，那就阿弥陀佛了。哎，对方是欧米茄打辅助，是不是？然后美娜走凯撒路，哎呦，这队友拿手杀哦，不错哦。鲁哥，悟空有什么技巧？悟空就是，我觉得就是，进场啊，这个我们要懂得抓后排啊。哎呦，很痛嘞。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！来吧，我们这一把就直接四只虎了。然后有美娜加欧米茄，又有两个法师的情况下，我是觉得我们这一把应该可以来出个魔防鞋之类的东西吧，应该是还不错。虽然说飓风双刀也有减韧性啊，但是有时候是你在没有暴击的情况下被对方集火，对不对？这种时候呢，就会很需要魔防鞋。目前我是这样暂定的、啊，但是呢，我们还是先把这个圣剑出来之后再说吧。哦哟！这边啊，慢，先走吧。那我们这边就回补一波。那对方应该会拿魔龙了。没事的啊，我们慢慢来，稳扎稳打。好，我们这边透过一个小兵往前锤，然后我的红 buff 这边好像被入侵了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就去吃对面的魔龙也被吃，红 buff 区没有东西。那我只好把你的头收下来了。OK， 先走，然后吃兵，吃野怪，哎，妥妥的。这边我被照到了，是不是？好，卡芬妮往上路走了，是不是？他上去杀那个夜叉。美娜刚刚往下走啊，她挡了我的去路啊。但是呢，这卡芬妮肯定会带兵线走进来，所以说呢，卡芬妮再见。卡芬妮再见。卡芬妮再见。这什么？哪里来的？你逗一来啦？你是哪来的啦？好了，再见。哪里来的东西啊？为什么会有人从后面走过来啊？下一件是王者也是需要的东西，可以增加我们这个暴涨。那中路这一波兵线进去会有人出来。会有人走出来吃啊，那个人就是罗俄啊。罗俄再见啊。那我们趁现在还有这个打野刀，先赶快来吃这个凯撒吧。由这个夜叉来帮我们挡了一个视线，我觉得非常棒。那么我们这一把这个节奏是很赞的啊。OK， 凯撒拿掉之后呢，对方的红 buff， 刚图鲁应该是有先吃啊，所以说应该也不用往那边走。有没有？超痛，超恶心。这个真的超恶心，我们这个天从云之后不得了啦。
开锤啊。哦吼哦吼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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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吼直接被一顿暴打欸，等一下啦。罗儿他出了一堆物防，好，那我们这一把再来一个破阵是 OK 的啊，再等我啊，等我破阵出来应该是可以杀这个罗儿了。哇！我动不了欸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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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凯撒又被拿，这个不太优了哦，这个就有点惨哦，三秒钟夜叉复活，兵线带掉，哇哇哇！欸，我们这个直接变逆风欸，惨了，出大事了。好，没事没事，心态稳着，应该是都还有机会了。我方高地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欸，这欧米茄是真的很痛欸，这欧米茄怎么可以这么坦啊，又坦又痛的，这怎么会这样子呢？惨了，要被一锅端了。是不是要没了？好可怕哦！等一下，现在应该怎么样？我方高地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欸，这个塔都被打爆了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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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呦呦呦！欸，这个很惨欸，我们怎么会断成这样子啦？现在对方这样搞分推，43秒。欧米茄硬邦邦，我好像只能抓卡芬妮了。为什么我的普攻会自己打出去啊？为什么会玩成这样啊？输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敲辅助啊，我这样跳上去谁知道啊，到底为什么会敲到辅助身上啊，我自己也很纳闷。那也话想之中倒置 Jack it up